live music. Oh shoot.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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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喂喂喂 ，Good morning, Lucy， 最近怎样？看到这个天气，为什么还有那么有活力？因为心态决定境界啊，所以我也花了一点时间要调整自己的心情，怎么可以有活力的 flow？ 因为看到这个天，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点，哎 ，quite depressing， 有一点，沮丧。吧，因为昨天的 ending 呢，给 Raphael hijack 了我的 ending， 所以做小小的 summary 一下，昨天的香肠就香肠生成香肠，不是吃的那个香肠，是去的那个香肠，就是基本上在这里是比较挑高，楼层比较小，人流比较小，有 free parking， 还有忘记了，哦，比较早关门，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今天呢，就是给你看看。很普通的星期六，是我们现在跟一个朋友出去吃 breakfast， 去早餐，去早餐，吃早餐，吃饭，我吃饭，吃早餐。然后就傍晚的时候，就跟其另外一个朋友去看球赛，就是平常平常的星期六。然后再介绍一下英国的 pub， 英国的酒吧，有一点什么特别吧？看这个人，哎，是谁？我不管啊，我肯定要管，要平常一点的东西。好看的，喂，没有按电梯了，按电梯，按电梯，还没有开始啊，还没开始。好，好，现在开始。还没啊，我原本是要走出去，我觉得，好，这可以剪了，可以剪。我不管，我直接放进去，什么你可以，这里是我的频道，谁是 boss， 不是 boss。好，跟我的朋友去吃 breakfast 就是他的蛋吃。哎呀，哦，哎，哎，我原本是现在才开始好吗？拜托，然后居然走出去停车场，很开心的感觉。两年没碰，你就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们应该还记得吧 ？Moose 的终极跑车，教你说一次 ，Epic。好，好不好？然后这个门要开两次才可以打开的。哪里开两次？OK， 我们先吃早餐，等一下再说。一有五，那个浪直接提升。你知道他，你知道他刚刚说什么？他说：“啊，今天有什么特别？就借我的脸给你拍。”Yo yo yo，What's good, buddy？ 哎，你要不要讲一下今天是什么 special 的 occasion？ 就是我们 Stephen 他最后一天，差不多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算是最后一次的 night。Brothers breakfast， 为什么突然不讲话？对呀、啊，没有我在看你，所以你要怎样 hijack 我的频道？然后就好，没关系。好，现在有一个重点，我们等一下再讲。但现在有一个重点，我一直跟 Steven 讲，又拉去了。我一个 Steven 讲，就你这台车，对不对？看似普通，十几年的老车，对不对？你放那首歌下去，这车直接瞬间提升的 level， 跟终极跑车。你知道我在说哪一首啊？那首哦，放那首过程。不要、我要你放，我等一下过了，我放了他也会 copyright 啊，所以我唱给你听啊，不会放一下就好了。哦，有没有一点感觉？啊，因为我 copyright 的问题，所以你三秒 cut 一次放。我要 cut， 我三秒要 cut 我 rap 的那三秒。哎，我是关掉了。我是我放了这首歌最后。世界之前已
切都是过程，好上面就是不能醉，那就是坐云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末日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的祸害。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去，哈哈，到想挂掉不要就关掉。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去这个吃早餐的路上，等一下见哦，给听听高级车是怎样。今天来带你们去一家，就是只有牙医系学生才知道的 Single Way 牙医学院在这边。然后牙医学生在这边，有想念英国的天气吗？没有。台湾的天气比这里好吧？好太多了。台北的天气比台湾好吧？什么叫台北天气？然后看看台北人会不会说台北跟台湾不一样？不会，是不是很危险？跟这个人说话，好像在陷害你一样。但是英国天气最烂。好，这个是不管哪里， normal, 英国赢了。Normal. 英国赢了，烂的部分上面。英国真的没救了。英国真的没救。我们刚刚看到一滩水，对不对？我们就想说，牧师应该没有那么笨，干嘛跟他讲？那有眼睛不会看到。下一个，不用哥哥来到餐厅不会失望。忘记我想做什么，是来到那么只有 dental student 知道的餐厅，吃的东西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我平常吃的就 classic English breakfast， 然后这个是。哇塞，你们自己看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这里不是美食频道，我也不是美食子学主持人，所以自己分子就是有 poached egg， 然后有一些 crab， 然后有一个 toast， 下面有 avocado， 然后有很多层，感觉解释很烂，我还是不看美食频道，拜拜。我是真的好不舒服，有没有觉得笑得很开心吗？没有，知道怎样吗？我们刚刚就是转，就是有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有机会躲掉这个塞车，我选了右边，然后一转过来，我现在去这家酒吧了，基本上就是很不明显，就是小小在这里，小小的，然后进去了。进去才知道是有多大，然后看到利物浦在这里已经准备了。好，等，不知道我朋友到了没有？阿迪亚西欧，我们要带路线。Yeah， hold on， we're gonna have a thing here。 Yeah， 看球赛，等一下再说。酒吧有点不一样，就是它有那个 live music。我去，Liverpool 1-0 and I missed it。现在就有 live music 在后面，就先听听 live music 吧。很明显不行，我选了一个没有很好的酒吧，根本说不出话，所以这个影片我看可不可以 voice over 吗？但是我就可以给你看到一个气氛，有 live music， 球赛跟。老人后面，老人。
所以 Liverpool Tottenham 1-0就看到大家那么兴奋，在小房间里面 Easy peasy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哈哈。It's not recording. Ah, yeah, so it's in a big night. Is that a game? Oh, yeah. I was surprised that Sportsman came back at the end. Yeah. It was just wasting time. Can I ask you the last question? Do you like your job? Yeah, it's your job, yeah. What's your name? It's William. What? William. William. Yeah, Moose. Hey, Moose, yeah, nice to see you.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Oh, enjoy your night. Hopefully, not that too crazy happened. Yeah, oh, no. You're not good. Under your watch, yeah. Yes, see you later. 所以刚刚就是讲，就是一天的酒吧，然后就跟一个班子聊聊天，蛮不错的，也问到很重要的 question， 这个对你们也很重要。虽然他是一个班子 ，Do you like his job? Do I like his job? Does he like his job? Yes. 所以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也蛮喜欢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现在就是先吃饭，吃完饭就拍一个 ending， 明天见。So after the quick discussion with Kim, William is not a bouncer, obviously, it's probably just a star. But 他喜欢他的工作，就是讲他不是一个 bouncer。Oh, you don't support Liverpool? Yeah, sorry. I support Liverpool. 喂，잘먹겠습니다Oh, I feel angry, you know. You nailed it! You nailed it! What a book cake, oh my god. Okay, oh my god, bye. Why?Is it? You know the slogan in Glasgow? People make Glasgow. People make Glasgow. Hi, bye bye. So I gotta go to Morrison. You're gonna, yeah. Okay, see you. Yep. You guys gonna go? Nice to meet you. I'll finally meet you, man. Yeah, I'll finally meet you. That's I always watch him on YouTube when I was in the military because you started almost your. I think you started your channel. Yeah. When I was in the military. Yeah. The first video I watched you is about you guys went to Costco. Oh, yeah, yeah, yeah. Yeah. That one is a nice one, yeah. All right, cool. See you, Kim. Yeah. Yeah. Going to Morrison? Yeah. Yeah. Yeah.Let's meet them. No! Vlog a little bit, come on! As you wish! 你看你看这个偶包，他跟我说，哦，一起去 Morrison， 然后我就，哎， vlog 一下， vlog 一下，然后我就说， vlog 一下， vlog 一下，然后这个有人跟我说，哎呦，今天没有很帅，你们看看，蛮帅的，对啊，我根本就觉得很帅，因为我从来不弄我的头发，然后今天他没有弄他的头发，这么蛮好的，然后他偶包，偶包，头发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心里没有准备好。对啊，明明他就对镜头很兴奋，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 vlog， 太忙了 ，dental student 就是怎样，然后有机会看到镜头，但是又害羞，远远的可以了吧？你看他这边真的没救，我跟他讨论了半个小时，没有了15分钟了，然后他说每次看到镜头都要很帅的样子，就是没有很帅，就是准备好的样子，就是上班的感觉。我呢，从来没有这样。他就是说，他跟我说敬业 ，maybe music， 我也需要敬业。好了，等一下，快录一下 ending， 看到他太好笑了。好了，我们刚刚就随便走一走 Morrison。今天看到现在那么晚，我们早上去了吃 brunch， 下午我们剪影片，你们看不到。晚上我们去了酒吧 ，sweat， 之后 Will 哥哥认识我的朋友。
只要都是我的朋友 ，Will 哥哥都是可以认识我的朋友。好了，认真一点了。还说新鞋哦，还有新鞋，新鞋。好，居然都看到，我自己很兴奋。The Race of Skywalker， 好了好了，明天的影片是什么？明天看，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里。欸、然后，哎，还有 ending， 你怎么是可答的？你觉得我会忘记吗？因为我们已经想好一个游戏，跟这个敬业的家伙玩一个游戏。到石头布，呼呼呼呼呼！当你赢的时候，我肯定会选一个比较那 ，not cook， 这个 lemon 的比较好。今天是1月11号，是很好 broad 的一天。为什么？是。台湾，今夜的家伙来这里哦。台湾总统大选，我们蔡英文小英赢了 ，Congratulations！ 然后还有1月11号还是 Spans for Scottish Independence， 所以基本上他们有一个 event， 在1月11号的时候6点钟，全部人一起跳，基本上现在就是英国要脱欧嘛，然后苏格兰他不想脱欧，所以他们就想要跳，就是震到那个。地会脱离英国那个 concept 就是这样。一二三，所以现在我们就不是在欧洲，我们是在 Scotland。所以今天就是 Scottish Independence， 还有台湾总统大选。对，你今天赢了吗？开心啊！开心！以台湾荣耀，好不好？Cheers！